你要内功还是炼技？练功啊。那就是雪山。哎、欸，小鱼。哎、欸，你好了、我好了，哦，那么快的哦？今天很快，因为今天提早下班，然后我没吃饭。你先吃啊。我不想吃饭。为什么？这会还在吃饭呢、欸。不是，我吃了香蕉，又喝了一杯蒸奶，很饱。香蕉跟蒸奶而已。对啊。对啊。因为人家胃口很小，人家只是小孩子，嗯，笑什么？就是，哦，我没有料理耶，那我们抓鬼吧。三个门直接抓。对啊，小那个九口在吃饭，我刚刚是笑这个啊，不是笑你。我也想说，觉得反正是九口之欢，没事。谁啊？好像没有哈。为什么这个汉堡看起来很像狗饲料？哪里像狗饲料啊？哪里像儿？不能这样讲，它是狗饲料，是我亲手做给教主吃拜的，虽然托，是他犯了半年半前年的做狗的，饲料，哎，好吧。半年前退坑前做的。去年的事，对。哎、欸，没要去的话，我先把伐木带到那个采集点哦。都抓鬼啊、不是、啊，我说我先把那个草药都把它搬去那个采集点那边。哦！搬啊！好，我搬一下下。先看一下他有没有退还我装备。好，我先换游戏了。先找给你用好了。香哦，为什么？刚刚睡醒。睡醒，哎，他没有归还我装备耶。那我打开我的难道我声音听起来不像刚睡醒的吗？iPad，很像啊，跟平常一样啊。暂停。哼哼哼哼。我没有说，这是你说的哦。哎、欸，为奇什么怪啊，没说呢？我喷嘴巴的嘞，你喷嘴巴，要把喷破嘴洞巴，你又破洞，什么上东次西？就破洞到现在啊，到现在还没好。哇，另外一个我说新的是，哦，又有新的了。啦。对啊，那你有没有要喷喷你的脑袋瓜？要喷什么？它看起来好像又有洞。说谁？番茄啊？对啊，为什么是我？你刚刚不是你刚刚见你刚刚指的指向的不是我吧？那我你看得呀、啊，到我？我不我敢，我不敢，我不敢说。我本来想说，可是我不敢。等一下，我按到序列了，我还进去了，白痴啊！说这个药吧。可恶！看到桌上有一瓶药，但是又看到桌上有一个很像药师那个墨汁。什么味道？我薄荷味，过一个头啊！你装备退还给我，需要。重开呗你。不要云端同步，他现在不让我进去，等我一下。好了。哦耶，没退装备。就我被退了，因为你没穿女仆装吧？好像跟这个无关呐、啊，怎么好有像啦，是哎、欸，好像不是哎、欸，
欸，不是欸，你们想想欸，讲什么？讲你不有是不这个要？原因的哦，好想象嘛，不要，拜托了。不要。哦，怎么那么苦啊？啊！你说你的人生还是你现在吃的那个药？要。哦，现在越来越会开玩笑喽，幽谁？默哦。你我呀、吗？啊，你呀、啊，哎、欸，小鱼，我做完之后玩泰拉瑞亚，你会想玩那个模式啊？玩啊，一直玩啊，现在马上玩我啊！说新手噩梦还是困难，还是大师。那是大师啊！哦，就喜欢你这一种。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一种的。对，不是因为新手没难度嘛，啊，困难的话就是血量到玩家来算拜托，我都玩那么多次啊。啊，了，大我师什是么都更不难，会欸。没事啊。说泰拉瑞亚啦，不是抓鬼啦。做个噩梦吗？哦，走开啦！你去啊，我你们在这，车上，我们在我帮想你到还没加玩理过噩智。梦，不要，不用，谢谢。嗯，好啊，换一场噩梦啊。不你要了，先当金主，我们一场噩梦嘛。我怕不要小了，鱼。不要了，我们先专家，我们先专家。不是啊，噩梦一场而已啊。确小定鱼不要哈？金主啊。小鱼是金主吗？小我现鱼在金是主啊，啊，那现在全家不啊。然我们叫小鱼就待车上吧，就好一样嘛。诶、欸，不是你噩梦跟专家做的事一样嘛。只是会少一个证据，不知道少，就是要再去推测他的鬼魂类型那你们记得要带头带是摄影机。好的。好的。没有泰拉瑞亚的话，就是很多东西要那种大师难度才能做。可是我现在也不能在车上看那个活动啊。没有，看它活是动下表。面理智跟那个对鬼的那个活跃看不到而已活动表也坏了啊，啊。什么东西都坏了啊，只能对啊，哪在有上面地图跟那个还可以看到声音感测器？哎，你不是玩疯人院的噩梦哦？不是啊，他说要玩一场噩梦的小地图啊，这不是小地图吧？那小地图啊，我想说。我想说，我玩那么久，应该不会把小地图搞混才对啊！没电访哦，哦，不可能，不可能没电访，我觉得应该是把电访藏了。我要自己找电访哦，这么刺激哦。我觉得我会死。哦，拿了。我觉得这就不太妙。电房不在二楼。不到，开了。好。你开了，那我可能可以稍微进去一下。嗯。二楼温度都很高，你又拿温度计加 EF 是不是？没有拿温度计加那个十字架，嗯？那我们看 EF 少一台。
我就拿我刚刚拿起来，我把它丢回去了。谢谢大家，我不行了，我压力好大。嗯哼，先喘口气。那什么拢无？总是玩木屋啊，木屋不是很多朋友搞事吗、嗯？哎呦，阿茄，你的手机啦！哦，我先把它丢掉了，吓死我啦，阿茄！我右上角跑出什么奇怪的东西？嗯、哦，你开灯了。电房我刚才去过了，也没有。噩梦温度计不一定有用。嗯，真的假的？我要去换。反正他说不一定，真的没有用的话。但我测了一圈呢。我也测下测一圈呢。你很会扔呢，还重叠。谢谢。我知道你在夸奖我。操。我后面是六楼。你在这里吗？小声音。好像是开门声音，是不是？你为啥要诅咒植物啊？我也没看到，我都专心在找鬼房。在这里吗？哦，这一间不是没有看。哦。怎么都没有？我要先出去吃个药，觉得理智应该是差不多。我要出去吃药。没有，我们现在不是要找刺骨寒魂啊，是想要知道鬼房在哪里。现在那鬼房在哪里？冰桥在二楼。好。二楼左手边走到底那一间。咦、欸？那不会我，我有寒温柔之家。房间内啊。哎、欸，对，右哎、欸、上去右手边。就是杀掉你那个白痴就对了。右手边走到底电二楼有机会电房那一间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那是你刚刚说白痴那一场是另外一间小木屋，没有同一间啊，这一间啊，没有啦，另外一间啊，三层楼那一间啊，嗯啊，怎么像？就都小木屋啊，可是有灵球也不知道是是好是坏、欸，搞不好又是你们在搞，嗯，至少在那一间啊。是没错，就比较击败是那个鸾魂会，对、啊，哦，那时候才去看那个，他仔细写那个鸾魂的那个介绍，哎，边角料，嗯，不是啦，危机啦，哦，那鸾魂介绍写什么？嗯，就是一只鬼。是在鬼房，另外一只鬼是到处走，到处走。对啊，然后猎杀的时候就可能在鬼房，或是刚好到处走的那个鬼。两只血鸡，一只。嗯。
所以上次我遇到软核死掉是遇到随机走的那一只，刚刚是在走动的那一只啊。哦，我运气真好。哎，小鱼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你有加摄影机了吗？没有，因为我看到灵球，我就想说。那你起码用了摄影机让我看到奇怪的东西啊！好吧。那我现在看起来最奇怪的就是你。人物模式应该比较奇怪。什么？我很奇怪？什么？不要乱讲！虽然我人物模组确实很奇怪。对，我有很努力在记那些他们的特性那些。那恶魔，恶魔话只能去猜测鬼。噩梦啦，恶魔。噩梦。是你要对鬼够了解啊，像亡魂就是。猎杀时候脚走路的速度会特别慢，这个我知道。可是重点就是、就是猎杀死这三个重点。当你知道他猎杀，你也来不及了。我们呢、啊？我们的话，你在这里吗？给我一个信号。我刚睡醒，你在这里吗？我刚刚讲这个吗？哎，好小，吓死我！那我在找你在这里吗？给我一个信号，再来给你。哎、欸，这是我的手电筒，有错？啊，小，我每次都把手电筒跟纸的手电筒搞混。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Give me a sign. 没有，出去。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Give me a sign. 是我。小鱼要不要壮胆一下？搞不好是你。那如果我死掉怎么办？这已经不是。这不是穿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哦。我帮你吃洗脑丸吗？怎么那么快吗？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噩梦的那个掉线子速度到底。荧光棒到底会不会算那个啊？三 C 啊？它看起来不像是三 C 产品。它不是说可以开关的才会侦测到吗？哎、欸，他进来了、欸。哦，多利恒在地板上。没有，他是在放东西的。哎呦，帮你死！我帮你死。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Are you close?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你怎么那么可爱？我好了，我好了。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Are you close? 他不理我，耶嘿。哎，指纹，指纹，指纹。有指纹，哪里？好，那我们就回车上吧。准备关关了。轮灵球，轮灵球，他玩轮。我觉得还好。女妖寒魔幻妖，寒魔没了、啊，拜拜。不一定啊，他少一个证据啊。我宝少就刺骨寒魔呢、欸。好，开始推。收音器。对啊，就是白痴在二层那个啊，我记得那个。可是他那个白痴说他自己死在是三层，那就相信他了。
我记得是死在三层了，三层第二间最左最里面那一间呢？哎、欸，干嘛？你死了？不是你喵爸，我收到他的声音了。叫声吗？很对，激叫烈声，吗？很激烈。我第一次用收音器收到声音呢，这还蛮恐怖的。喵、我刚刚是有收到声音的，可以看一下。你是对着那边吗？嗯，我还没走进去的时候，嗯，在二楼时候收到。再走进去一点，那个房间门口那边，他不这个位置。那个运动感测器耶。你放这边当然不会走啊。我有一台在里面啊。哎、欸，你把它拿出来了。没有啊。有啊，我有一台在这啊，在这。你有收到吗？没有。等他一下吧。完全没有。什么噪音有0.5啊？知道？什么、啊？有点恐怖。求我面一下。哦，他在这边是不是？你有收音吗？0.5啊，这里啊。换房了。没有。哎、欸，他走了，他走了，他走过了。嗯，走哪里？往我们这走吗？哎、欸，走了，关门了。走了，门锁了，关门了。唱歌，唱歌。白痴哦，这边不行，这边不行。我要死了。哦，好像是我。哦，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啦，我死了啦。他在唱歌哎、欸，我觉得是女妖啦。门口不能开，还没结束哎、欸。噩梦，连续猎杀，你不要出来。你帮我听开门声就好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了。门开了。好难哦！所以阿奇死了，我死了。哇！可是我有在猎杀时点燃圣木。嗯，这是我最后的波纹。嗯，可是你没拍照。嗯，我没有照相机啊。没有照相机了。我去拿下我手机，我要看你们。拿人了吗？不知道，之后我没有听到什么尖叫声啊。只听到0.5.5的时候就猎杀了。我是觉得是女妖了。哦。好啊。反正我都死了，我已经没钱了。耶、yeah。好了吗，温玉？好了。嗯。干嘛？你没钱就让我们一起没钱这样。没有，我像这么快的人吗？像。嗯。灵魂啊。哦，阿奇，哦，还有220块。不是啊，灵魂就完啊。灵魂。没事啊，没怪你。假灵球很容易骗到人哦。没怪你。所以要多看一眼。拟魂真的很机车哎、欸，他是说拟魂好像2分钟换一次特性，所以一场游戏里面超有那个噩梦模式啊，只要你有3个证据的话，那就一定是拟魂。他们那时候这样讲，有3个证据哦，应该说可能是拟魂，就是什么呀？拟魂会换特性，你懂吗？今天有灵球，然后有指纹，然后又给你一个笔记。他会换一个鬼，然后鬼的证据就会跑出来是不是。对，那就他是说可能是那个拟魂，
啊，不是啊，都有三个证据，为什么攻略那本维基上面就写可能是迷魂？我就不知道。找得到三个证据的话啦，我们刚找也只有找到两个。哎、欸，多少？没关系，至少死的是我，不是小鱼。对啊，不然你就要穿女装了，快点！可恶，就算死了我也不穿，死也不穿，这么坚持哦、喔，这么坚持，当然，是有坚持的男人，就是绝不穿女装。哎呦，哎呀，虽然当兵之前被强迫穿过，哎呦，那再当一次兵，不要，我现在没收到教招哎、欸，我朋友都收到了。你去查查看啊，不是说那个查了就会中？我查过了、啊，我查过 了、啊，我真的去查，但没有我。对啊，地下室到底啊？哎、欸，不过我蛮喜欢噩梦他这个自己找电闸开关这个设定。你说干脆不要看啊？然后就干脆不要看啊，就自己找就好了。对啊，钥匙也不拿。对啊，拿了。地下室到底，地下室到底，地下室到底，我的话你又不听。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只是穿女装啊。不要。妈妈。你妈叫你去晒衣服啊？没有，昨天晒过了啦。哦。你会说晒衣服还是晾衣服？哎、欸，晾衣服吧。你最爱的塔罗牌、欸。好味。好喂，遇到所以你魂是每两分钟会换一鬼的特性。我记得他是说两分钟，感谢最最的会员。我收到三次，两次疫情取消。我。你关的吗？你关的吗？我关的。可是刚刚番茄连吓到我了。我打那么恐怖吗？不是，我一从门口突然就看到你，有点可怕。哦。我觉得地下室机会蛮大的呢。去找骨头。我们看看是不是地下室。来，我来，我在地下室。我也在地下室。没有骨头。啊，地下室没有。地下室没有。啊？嗯？温度都最后一件，最后一件不是看过了吗？最后一件，我是拿那个呢 ，EMF 呢。哦，那我拿温度计看看。也三十秒到两分钟会换哦。三十秒也太多了吧？哦，靠杯啊，对不起。多了。骨头在椅子上。啊，给你剪。好屌哦！在这个位置上哎。给我一个信号。找不到哎，我还是把东西丢一丢往车上看啊。哦。找得到吗？没看到，温度都还是很平，鬼都不动啊！而且我们理智都很高哎、欸，七十跟我，你们两个都七十，然后我八十五。嗯，我们有哪边去过？你们去过的吗？没有啊，那上都去过啦。哎、欸，他在三级中，他在丢东西吗？哎、欸，五六级了，在你这吗？我没有啊，这边附近。几度啊？三点三，你这你这边，你后面，我后面，你刚刚走进来的这里。哦。我怎么在？嘿 ，Hello。六级哦，还是？不要看我，我可没有带哦。林琼，又零球，嗯，嗯，丢过东西，二级，嗯，没了，
互动没指纹，云球没指纹，所以在那间房间对不对？对。就狂啊啊啊！啾啾，你慢慢洗澡哈。慢慢来哈，我们先装一下。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我跟你妈爸比。哇，竟然没拿十字架！天哪、啊，你们越来越勇了哎、欸。那我一开始拿什么？哦，拿摄影机。哭出来、欸，他回我哎、欸。有通灵盒跟灵球。对啊，妖怪怨灵梦。我觉得妖怪好像你越跟他讲话，他会越生气，对不对？好像80%就会猎杀你。你凶的吗？比恶魔还凶哎、欸！我记得是哎、欸。你是讲话好像他会不开心。那我们就闭，那我们就闭嘴。我嘴巴闭闭。对，我们正常嘴巴都闭着。不是妖怪的话是什么？点阵，妖怪的话是点阵。哎、欸，不用看指纹，不用看 EMF。哎、欸，完门，我没有带那个指纹的，我也没有了、哦。不用看指纹，我没有那个。地上有吗？外面地上有，我丢一个。有什么？指纹灯。不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照相机。我去帮你拿。不用吧，我现在手也很空哎、欸。好吧，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丢啊？运动感测器跟一个十字架。他要运动感测器哦。啊。对啊，我看一下。应该梦魇跟妖怪找吧。指纹没有，那笔记跟点阵吧。没有刺骨吧？那我拿一个摄像机过去。不用吧，我在我头上。哎、欸，也不用。阿茄，哎，他踩你了，欸、阿茄。哎、欸，可是我不是照相机耶！靠标啊！我把你关在里面，快点，快出来，快出来！你在干嘛啦？你不要玩门啦！不是你，我啊！我想拍他哦。哦，你没有带照相机吗？你不是说你要拿？啊，我以为你回去拿了，你刚刚跟我说不用哎、欸。哦，哇，我说不用，你就当真哇！哇，声音，声音，好扯哦。好扯！我拿，我回去拿。我以为你是我回去拿，我拿，我抽，我顺便抽一张卡。喂，哎、欸，哎、欸，点阵哦！妖怪啊，快出来了！来，走了。妖怪还好吧？我觉得，对啊，攻击那个说话攻击他的欲望啊，所以不要讲话就没事了。啊，我们要先降低平均值。乖乖当 A 光。哦，我去抽卡。不要。这样我就可以。降零次哎。对啊。那你抽到塔怎么办？捡脑多拍点脚印啊。好吧。那现在平均多少？50多。白痴哦、喔，门会自己关哦、喔，可怕哦、喔！哎、欸，不是，他门会慢慢的关，然后不算互动，机车。哎、欸，为什么没有脚印？我躲好了。太脏了你。嗯。
咒之物哦，拍过了，我拍过了。照片没拍满了，剩一张了。他是不是出来了？没有门还是开的啊？好了，出来，拍完了，拍完了。好了，可以抽了。抽你个头啦！抽你个头！你在哪里、啊？等他出来之后再抽。我在车库那个角落的那个遮蔽物。里面啊，没看到你，哦，这里哦，这里啊，刚好在这。OK， 啊，小鱼可以抽了，你抽你抽。我看这有遮蔽物哦。有 啊，你要进来吗？没有没有没有，愚者，高塔，这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捆绑的人。捆绑就是那个、啊、高塔。捆绑是鬼，太阳或不是治愈者。那太阳不是回现实一般吗？啊，那个，鬼魂事件还耗得到、哦？鬼魂事件，高塔，就是捆绑的人。哦，这个鬼喜欢捆绑，死亡。对，触发鬼事件，不是猎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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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关门的。没事，我们现在应该很安全。而且我刚刚我看到门是180度往我这边飞过来之后，然后再关回去的。那就是甩你，甩甩我甩你门就对了。对啊。你太近了吧。啊，解除了，跟我们讲一下哦。他还在传。有哎、欸，我听到了。他是不是走向我们这里了？我不知道，我看不到他。你帮我看门看。哦，开门了，开门了。那几趴、啊？我自己看。欸、啊，结束了。结束了吗？结束了。耶、yeah。不要关我们！哎、欸，哦，门全部关了，我真棒！我再抽一张、啊，还有几张？哦，没了，太阳、月亮。啊！我一百趴。面前最后一张抽了太阳。哎、欸，所以刚刚是什么点阵嘛？妖怪，走了。好喂。Welcome back. I'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255超多，随手关门好习惯，厉害吧？去厕所，去厕所，好，我也要，好，反正一个无线耳机，一个有戴耳机，一个没戴耳机，无线耳机，嗯。跟着战斗，看一下，一二，我卡。我好黑。
回来了。我也回来了。嗯。我们两个同时离开，同时回来。哦，我们真有默契。真的。为什么是烛光大道？哦，烛光大道啦！你们在弄东西，我先准备东西在门口。你现在是不？哦。有没有帮我们准备晚餐？要晒好不好？我不要跟你吃烛光晚餐，好饿哦、喔。真的。你说我还是你？我可能是我。呜呜你看我准备成这样，他说惠龙是烛光大道，天哪！那个骨头在电房这里。好啦，电房是哪里啊？最里面那间车库。车库就车库。是尾椎，尾椎。嗯。干嘛？哎、欸，二级干嘛？可以。门口，嗯，不是吧？你进了，这里啊，关门的，我关门的，不是这个吧？哎哎哎，有没有紫光？我去拿好了。我有，你照一下。有拍，什么啊？看我好强哦、喔！对啊，这里也有。你说尾椎哇？环，嗯，八音盒，好，在哪里？二楼。哎，忘记丢这个东西。哪个东西？十字架。十字架？你知道鬼房在哪里吗？大门口是吗？是啊，他是刚好在这边而已，不是吗？对啊。嗯。对啊。哎、欸，这里呢？就是胯下鬼的位置。那、欸、十字架丢哪了，先生？地板啊。地板是哪里？这里啊。不是在这里啊，可是。是吗？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哎，算了，随便啦。他想在哪就在哪吧。你爱在哪就在哪。对。什么声音？什么声音？踩楼梯的声音而已啊，没事。这里啊，这里啦，电视机。嗯。是啊，怎么了？没有，刚刚以为我看到龙球。你可不可以架个摄影机让我好好看？不要那么自私。我架好了。哎、欸，有打完呢、欸，还要拍吗？拍啊，钱呢、欸？不拍哦、喔。哪里啊？哎、欸、，Hello。窗户。卡。哎、欸，要去拿东西。推了，哎、欸，他开电视，这算没有火，这个算吗？不算，我不知道哎，你在浪费底片啊，看一下。哎、欸，脚印这里三个两个，果然不算啊。可是其实要拍遥控器啊。又踩了。嗯。嗯。哦。你丢什么？等一下啦。按了再丢一次啊！什么？拍完了，哭啊！嗯，照相机你都带走了？我照相机拍完了、啊，三台、欸。对啊，拍完了。你还要吗？不要。反正应该没有拍鬼照片的任务吧？我们还有
通灵人还没玩。我玩啊，哦，我正要玩。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你出去看看。哎、欸，笔记。有了。One. Give me a sign. 高龄鬼音。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高龄吧。哦，他回我了，他回我的。通灵好吗？他回你了吗？高龄，高龄，高龄啊！我好强，我好强，我好强。那你的人？验证灵异世界还没解。你进去啊。帮我看一下我平均 size 了吗？很高啦，67哈。刚站着他会出来吗？跟他讲话啊，叫他 show yourself 啊。你确定要我讲那个我英文那么烂的程度，刚刚讲这个他听得懂吗？那你就讲。Kill me 啊 ！Kill you。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 Show yourself. Show.Where are you? Give me a sign. 没有用呢。没有用啊。不是你啊。哦。丢餐具给他，丢餐具给他。好的，飞盘。那么爱玩，给你玩。啊，骚灵啊，给你玩，给你玩。他没有反应，好不好？一下啦，要酝酿。喜欢你，哼、嗯、屁嘞！他不喜欢你跟他们玩。我们在跟他玩，没错啊。在拿东西給他。我拿东西给他玩啊。对啊。有什么可以丢？哎呦，没事。哎、欸。哦，没事。哎、欸，这边还有盘子。对，聊天室吗？不是。要拿什么？哦，还有方形的盘子。现在二级了。哦、，Hello，、欸、解了。哎、欸，你的头是那个、欸？解了。我、都解完了、我没有听到。对，可是我在玩盘子叠罗汉。啊，你继续玩呗。还在这，没事，还在这。你要拍他的照片哦。拍什么照片？有我的照片吗？对啊，应该 没有啦，任务解完了。好、哦，还有盘子吗？没有盘子，那拿这个代替好了。我不跌了，走啊！嗯，哎、欸，四级了，干嘛？啊，出现了，怎么了？差不多了。五级哦，没有都出来了，我们都出来了，没事。哦，甚至还挺高的、啊。刚吃一罐药，
然后你进来丢盘子。我们遇过最盘的应该剩秀秀了。对啊，他真的很盘，你看他的光晕。不是光遇，他说玩了一个游戏，直接氪了20000 VIP 力哦。哇哦，这不是盘的程度了吧？不知道他想什么，不给我钱，我们才烧零吧？没有，没有一次活动大量物品，好吧？我们是一个一个慢慢丢、欸，最后进来的关门呢、啊？哦，好像不是我。哦，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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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灵吗？好。什么怨灵？我扫你屁股，扫灵。扫灵。255。哇，难得我比番茄快进来，很难得一次。那不没有讲好，又要说我怎样了？谁敢说你怎样谁？嗯，就你啊。我哪有？我说你很快啊。不要理他了，出去喽。不要理他，太重，太重。那这个可以丢我吗？那个电房骚扰我。电房在那个，算了，我自己去好了。开门声，没有听到，好像在你那边。没看到那个。我开喽。嗯。哎、欸，从魔镜，魔镜，快点，小鱼来。我看到。来来、嗯。还是要开灯，开灯，开灯，开灯。灯灯灯。不好看。二楼，男生房间。蓝，没二楼啊。二楼，这里没有。蓝色的，蓝色的，蓝色的那个。蓝色房间。蓝色房间就这里、啊。好像是这间呢、欸。我温度计的。蓝色还是青色房间吧？这里这间这间。对啊对啊对啊。酷啊！几级啊？闹鬼魔镜。啊，先放这边吧。就这里啊，我去找骨头，你们丢，你们摆正。哦，所以刚刚开门声音是开衣橱柜吗？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哇，太好吵哦！我先把它开在哪里？我找到了，我忘记丢十字架了。你真的好烂哦！没差啦，刚进去而已啊。有丢有波比啊！那个什么运动感神器，怎么黑？来救我！你还在吃海胆吗？不是吧？没有啦。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吧？你们不会丢下我一个人吧？里基没脚印，魅影。哎呦呦，脚印出现了。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你没开灯，不关灯吧？你是白痴哦。哦，有开哦，这有开跟没开好像差不多了。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 韩文，韩文，韩文。韩文笔记指纹吗？
指纹还没有看见。Give me a sign， 你们先出去吧。Where are you？ 有灵球。哦哦好。哎，笔记指纹。哦，没事。亡魂。都没有。亡魂的雷点是什么？光环第三十，看他妈的这门会关啊，气死人！那个门又开，这里黑鬼的区域使用圣木互动，然后他自己关我们，他关我们的门，他会开我一关，所以是哪几？目前呢，一样两个，找到了，我找到了，哪一个？灵球，灵球、笔记跟唐温，哦。上吧，勇敢阿且。烧毁，我要把圣木放在床上。我很生气，他很生气。对他很生气，我听到。好，结束了。所以看记录档，好，晚安。照片拍完了，没、欸、拍完，哎、欸，还没，还有四张。走吧。他拍什么？脚印。哦，带眼。脚印跟他的样子啊。带眼扒进去。荧光。互动拍了没？我刚听到外面有东西在敲，白痴哦，拍啦！真是没默契，天啊！不是小鱼在外面敲了，我想说 他怎么敲了？我不知道，就像咚咚咚的声音啊，手电筒的。对，有没有听到？哎、欸，小鱼，你有好好，我没了，我没了，我没了。好，我这边有四张，剩几张？剩一张。我刚想说，掉咚咚咚的声音，现在鬼敲窗户会有声音就对了。哦、在这、欸、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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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厕所。嗯。哎、欸，我看完了。完了。没了，好吧。没了。嗯，哦。你知道声音从外面听起来就像你在敲玻璃门吗？走了，好了。Welcome back. 哎、欸，为什么两百四而已啊？嗯，他少十五，少两个照片吧。因为不是啊，他就给我就衣橱那边有那个啊二级，要想说他有动衣橱啊，我就拍了、啊，没有用，没有拍到正确那些照片了。对啊，少两张呢，被骗了，骗，真骗。Tomato 进来了，哈哈，哎、欸，你也进来，哎、欸，你比较快、欸，这几场都，所以你电脑是不是中毒了？我不知道哎、欸，扫毒的时候没有扫到啊。很有长，很有长期的，硬碟出了点问题吧？对啊，其实还好啦。重开目前感受到是重开机比较久，可是你重开机要花五分钟，真的太久了。不，今天花了十分钟。你，我不知道。你这个比我这台电脑还要久嘞、欸。我就觉得很讶异啊，这台觉得这台电脑要开十分钟，要开十分钟的话，不如就真的拿去。检查一下，而且你电脑性能比我好。对啊。怎样？顾聊天那个电房在哪里啊？就找嘛。是啊，是啊。就那几间而已。我关的。好。哎、欸，对。骨头在地下室。有互动在这里。啊，你那个。餐厅，电脑那个钢琴旁边，
然后刚有到那个店房，走进去右转，就看到一个足球在地板上。店房转进去右转，你光它小。门后面啊，门后面。我这次没有报错吧？对不对？错了。哪有？你直接讲门后就好了。也是啊。硬碟带嘛，没有硬碟超空的。哎、欸，有东西。这里没有，但骗子又什么东西？又什么？又少了一些钱。你在这里吗？有个信号。嗯。但问题是在于他的不知道硬碟是出了什么问题而已啊，会拖慢他整台电脑。没有整台电脑的速度了，就重开机很慢，然后进游戏，那就是全部的速度了。我拍到鬼的照片啊，四级，真吓到我了。嗯，刚刚是点你有在我旁边吗？没有吧？不错，给你写字啊，文化鬼在哪里？那、啊、没了，不见了。客厅吗？还是我照到他了？客厅，客什么厅？客厅离我们很远。啊、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想我了？走廊哦，我不知道。没有啊，他刚才在餐厅那边呢。你这边度数很低吗？7.7，3.9。哦，那不行。4.6。你照刚好照到他吧？哎、欸，诅咒之物哦。有灵球，我去找诅咒之物。有灵球，没有韩文。诅咒之物，灵球，Give me a sign，笔记，笔记，Give me a sign。梦魇亡魂 ，You go see me。Where are you？ 我找什么？啊 ，Where are you？ 那个笔记记得进来拍哦。Give me a sign。眼镜就没有了。耶、oh, ，也没有了。通灵盒跟刺骨，没有刺骨啊，没有感觉啊。好，通灵盒他回我了。梦魇啊，喂。好诶、欸。对哦。哎、欸，梦魇很恐怖诶。吹蜡烛，吹蜡烛。看一下，要吗？来，第一个来，去找。你说，以及，嗯，在那个点阵旁边。文化鬼自由。啊，接下来就是发大财的时间了。嗯，你们是忘记这诅咒之物在哪？哇，坐在床上的娃娃吗？哇，最里面那间啊？没有哎、欸，他不在里面。所以有可能是塔罗牌或八音盒。塔罗牌没有。没有啊，不是这间。照妖镜啊，照妖镜啊！哭哦，你拿到路口，你拿到路口，他就在路口旁而已。知道哦，楼梯旁边，好嘞，好嘞。好了，我们去撒盐吧。哦，我剩三张。帮我拿那个紫色的棒棒。哦。你有带相机吗？我有带。哎、欸，笔记你拍了吗？拍了、啊。笔记没有哎、欸。嗯，笔记是写互动吗？互动啊。哦、嗯，那就有。好了，傻了嘞。傻太近了吧、啊，快一点吧，这边要傻。嗯，那就再拿另外一罐牛奶进来吧。哦。那个人等九口啊，他在洗澡。你在洗澡吧？你洗好了、哦。
叫为什么丢这里？你不是说走廊鬼？我刚刚是他应该是照到他了吧？你只撒一坨而已哦。没有啊，我怕意外啊，我不会全撒、啊。那有一本，你是照哪一本？哎、欸，好，好。怎么走路声音那么像鬼在走？撒三张。我来啊。请繁星弹一首歌给我们听，谢谢。你弹啊，靠！我同一个按键没有动，它声音就不一样。对吧？那怎么按呢、啊？哎、欸，完门。嗯，也。换房子吗？没有啊，有可能是换房哎、欸。没有啊，到这边还是。还是十几度啊！我没看到林球、欸，因为林球不见了吗？嗯嗯，这边有九度啊！哎、欸，搞不好真的换了、哦。好吧，而且你也帮没有全杀。嗯？哎、欸，没有啊，他在这啊。哎、欸，这里耶、欸！大家看我炮。怕我们？不是，可能改在这边。哎、欸，这里有泥球、哦，对对对，泥球跑进来了，改在这边。好吧，我去拿啦。不是才跟你讲说不要群杀、啊？阴灵？什么阴灵啊？哎、欸，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啊，小鱼？很棒吗？嗯，关门。没有，我关的。击败你。击败人。我在击败。我好喝一杯豆浆，我好饿。饿喝豆浆。喝纯白的豆浆。哎、欸，骚灵，那个啊。什么骚灵？没有。哎、欸，菜了。你有照片吗？我没有了，嗯，没一张，哪里啊？欸、这里这里这里，好、啊、走了、啊，没照片，我赶回家。哎、欸，关门。嗯，我猜就是，对。哎呦，哎呦，可惜没有尸体可以拍。哎呦，有谁哟？啊？就狗说他洗好了，来啊！他洗好了不会进来啊？干嘛凶他？我没凶他。这就是这叫做凶。那我平时对番茄怎么办？你本来就不爱番茄啊。对啦，是没错。后来，就过来姐姐抱抱，姨抱抱，你才姨对，会不会讲话？可是我超凶，啊！我凶你，对，番茄，我哎呦，我对 Joko 一直都那么温柔，对不对 ？Joko， 请你现身说明一下好不好？自己说，你带我去死耶？啊，我带人去死不是已经很正常的事了吗？
你们看看他啦。我真的不要，我不想看他。有人公司外面都嫌弃我了、啊，呜。啊，看你也要看我要不要看你、啊。没事，总有一天还是会看的。嗯，没，应该没有那一天啊。先送我，我也还没送，明天送。有些就很机车啊，在三点前突然就刷了一大堆火过来，我喜欢隔夜的火，阿姨。哎、欸，救火进来了，走吧。为什么救火进来就 farmhouse 了？还好吧 ，Funhouse。我们一开始噩梦也是玩 Funhouse 啊，那、嗯、就死了。Funhouse 很大哎、欸，啊被骗，两层楼而已哎、欸，不是它很少遮蔽物哎、欸，还好吧。你刚才进来就下腰，你有病啊！你好饿哦，饿难在干什么？我好难过，有人这样直接说饿。没有。在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刚刚的任务都没有什么阻止鬼猎杀那些，对吧？对啊。还有猎杀石。有啊有啊，第一场就有了。那个噩梦那一场就有了。哎，怎么进来就闪灯了？哎、欸，丢东西，二楼。对，没有啦，二五级啦，北七二楼。哦 ，EF 吗？对啊 ，EF 五级哦。楼梯吗？没有，这里啊，这个啊，他丢他你最爱的酒。嗯，我还好，我没有很爱。又丢了。招灵是不是救口？啊？是吗？是门口吗？哎、欸，门口鬼？这什么酒、欸？哎，3.5应该是门口呗。门口呗，哇！你讲话也会背了。他说话了。说啥？我听不懂。请他先学人话再跟我说。哎、欸，我这个东西是丢太远。我刚刚有到九级耶，好强哦！四鬼。嗯。哦，这好像是开门直接吓我。拼命的闪，然后殴打右。哦，找到地面扇、啊。你光这个会吐一下，真的把我给吓死了。Where are you？ 我真的是，哦。Where are you？ 而且我又没带电筒。地面扇。地面扇，真的真的很扯。好，你们都出去吧。哪有？坏人。我心地善良。Where are you？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
滚啊！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咔嚓！哦，妈进去了。哦，去楼上找东西。我找不到那个。你要找什么？通灵盒在这里啊。啊哈！五芒星不会讲哦，番茄。你在这里吗？啊、我刚刚没注意到哎、欸。哎、啊，你都开电房就帮我注意。你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我开那个。你在这里吗？下来了。有啊，他叉叉我。没有，他不回我。会是我吧？有那么幸运吧？嗯，你是幸运小鱼。告他。啊？他骚扰你。我没有。不要。电话电。收音机。超音不会说话了。没回我，叉叉我。没有啊，你在讲，刚刚你旁边都有人。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Are you friendly?他差五啊！刚滚东西了啦！哎，帮我拿照照片过来。哎，帮我拿照相机过来。好。拿错，拿到干，拿到锅盖，好烦。锅盖好大一个、哦。快哦，脚印哦！快哦，快哦，快哦，脚印哦！赚钱了，赚钱了，快！我地上还有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完了，我们少5块钱了。哎呦喂，垃圾判定！哇塞，哇塞，什么？不是啊，因为那时候那张我有拍过了。零球点阵都没有哎、欸。还是不在这里，没有，他走过这里啊！我看一下，温度计嘞，我不会玩这游戏了，我一直撞到墙壁哎。怎么没温度计？这里这里，给你给你，门口门口。对啊，还是这啊。哎，才破眼吧 ？Hello。S 是修修 0.4 修修我不知道啊暗影哦暗影是什么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证据啊暗影五级啊什么都没有哦以及刺骨刺骨不可能啊 0.4 就这里啊没有韩文吗韩文没有魅影不可能。哎，十字架挡一次哎、欸。我们几个？我们几趴？再出四要。四二。哦。对。他是在旁边那间的那个走边边那个十字架挡到的。通灵盒如果没有的话。掉了。你说灵球也完全没看到、哦，我手上拿摄像机来看也都没看到啊。小玉一直在看呢、啊，也是没看到。哎，有吃药了吗？我吃了。你也要吃？一开始现身会不会刺鬼？可是证据里面不像有刺鬼。刺鬼。刺鬼就鬼有韩文啊。恒温，可是是这个档的耶。哇，你在哪里啊？对啊，这里。他在这里呀、啊。我说这边。那里。那里不能躲哎、欸，我刚刚丢在那边。可是他的档到的是这边这个。你就刚好在这边出现了，看一下、喔。
我看看啊，收音机那边的好吵。哪一个、啊？丢东西，你那边。哪一个啊？下面，哎、欸，在里面吗？哦，听到了，欸、听不到。哼，完蛋，笑死。哎、欸，他一直待在那个里面，那边不能躲。OK， 找另外一个。感觉是刺鬼，可是没韩文呢。最后一关要我吃掉喽，是没有喽。借我开一下灯。我想要打电话。这里我没有相机。我再去拿东西。啊！我都没有、欸。我在家啊，就都看不到，就在家喽。先生，哎呀，先生，好了，照片都拍完了。他一直在走廊吵、欸，哎，已经七级了。在门口，他在门口而已啊。我听到他说他已经七级了。先生呢？没了，结束了。那你是凹进去的？就电灯开关找指纹，我知道啊，这就是没有啊。那是在这里走，这里放一个。这边都不能加那个运动感测器、欸。哦，这个角度完美，以前没看啊。嗯，我的笔记少一本。找到了，嗯，嗯，玩门，玩门呢？为什么在那么远的地方玩？那个门里面听起来是过去一点的。哎、欸，我的纸灯呢？你的纸灯在我手上。好，你拿，我拿这个。指纹有哦，在里面这扇。拍过了，拍过，已经都拍满了。啊！指纹，怎么了？闪灯了，猎杀了。猎杀？没有吧？不是，不是。先生，先生。他黑你吗？还黑我？现在八级哦。然后理智45哦。不是指纹跑到这边来，是代表他已经换法了。帮你看。没有，还是这里耶。我拿温度计去里面测测看。去测。指纹。是零吗？是我看那么久没看到点阵啊。嗯。更频繁的发出超自然声音。我在周围没人的情况下出现在镜头里，哎、欸，回车上看看镜头吗？番茄，哦，我真要回去了。啊，我们出来了。你看到了？我、哦、靠，气急败哦。哦。哦，我刚才想说。我已经看监视器看到睡着了，为什么我找不到？然后你们一出来在车上，我就找到了。哇！小玉林，然后任务都没了。猎杀死，猎杀死熊，顺路去战鬼。不行，我已经变白痴了。好，关门了。嗯。好。我又想要去尿尿了，好可怕！我是不是太久没玩这游戏，我都吓到快尿出来了？我怎么那么废？那我们是不是要来一场可以直接乱找游戏性的地图？哪一场？地图？哪一关可以让你一个人进去找回游戏性的图啊？不可能，不是这一张，绝对不是这一张啊！你真的要那一张吗？
我不要了。你们到底是哪一张哪一张啊？我不知道哪一张，我去尿尿。就那个、啊，那个？那个学校啊。他也没有找回信心吧？可以吧，玩完一场就找回他的信心啊。没有，单纯只是他怕而已。先来当封面图，把他吓死。哦，他是眼球、眼珠跟牙齿做，嘴巴没有拿来干嘛？他这个就，他这个模组就一直都是这样。我觉得单纯是吓人用的，不是不是，我觉得单纯只是吓人用的，因为眼睛他也不会扎，然后牙齿也不会动。嗯。还做舌头。这是哪里啊？哪里是哪里？三层楼的小木屋。对啊，在这屋顶啊，这一楼啊，没有啊，这一楼啊，你看到电房长在这里啊，就隔壁啊，就进去右转就到啦。对啊，进去右转，你注意看有没有绿绿的，绿绿的一条一条，那是一楼的门，对，这一定是一楼的门。哪里绿绿一条一条的门？边框、欸、边框，有没有看到红色跟绿色？你注意看，这边吗？下面才是进去的门，有没有？哦，真的耶！你看，你就这样进去了，低能。嗯？什么？你进去东西开始扣了，哎。没差。是全部的人理智都会扣吗？他不在乎我，没差。我也觉得不在乎。我要去看。走了。哦，没有了。哦。等人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准备工具，都东西丢在门口啊。然后他可以，他在这里啊。他不说。门口很低耶。为什么这么近啊？啊，就这么近啊。哎，说话。门口2.8。应该在门口吧，对吧？我怎么知道？我刚刚门口2.8，不是相又好高、啊。那个里面嘞，你进来啊！刚刚四点1，这个里面刚刚说话有吗？0.7，4.1，可能是我们刚刚太靠近门口，然后外面又下雪了。5.9。7.3，小鱼你，哦算了，一个丢道具冲来我那个电另外一个电房这里，负4.4，这边负吗？嗯，刚刚一瞬间吃到负4.4，那快点，这边有通灵板，小鱼来玩。你们在哪里？客厅说话啊、哦？爸爸问了哦。你们在哪里？就是之前有一个另外一个电房啊。我来问哦，我看到了0.1，还是你照到他番茄？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只有那么一下下而已。他在那边玩那个，我要开门。有负7.5，快问。Where are you？ 负6.5，在餐桌。5级。Dinner room, dining room, goodbye。就这边。5级负刺骨寒温。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你在这里吗？哎，他一直插我。你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但这个鬼很讨厌你。他狂插，哎，插爆给你。你要先插吗 ？Hello。哎呦。哦，烦死了！骗，还我底片。惹骗。小鱼问了吗？他没。那关店咋了？没事，就在门口而已啊。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Are you close? Where are you? Emily? Are you friendly? Where are you? Are you nice?拜拜。
他不理我。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给我一个信号。信号。给我一个信号。他在在对不对？东西。给我一个信号。你要进来陪我，给我个信号。吐烟了。嗯，点阵有寒温啊。点阵、喔。刺鬼啊？怎么这一场刺鬼跟刚刚差那么多？刚刚比较像刺鬼。啊。点阵，风铃盒，不是风铃盒，刺鬼是烟。可是它都很简单呢、欸，什么彩岩啊，十字架啊。运动。十字架算简单吗？十字架不太简单吧？欸、我们没丢好就GG了。他有机会无视十字架猎杀的，在刺鬼啊？没有啊，那个鬼，只要圣职故意，他会直接无视十字架。那不是 B0 吗？零才是无视吗？我吃药，我吃药，拍谁拍谁？等一下，你等一下吃。你吃太高的话，他不会想猎杀。咪西嘞？可是挡掉啦。有了。挡掉了。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我怎么丢那么好、啊？刚番茄是最后出来的、欸，可惜了。哎呦喂啊！原来如此。我救了你一命哎、欸！哇，谢谢小鱼，我回去抱抱你。好。能要男朋友哎、欸？我就知道。在干什么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穿女服装就好了。不是，猎杀两次，十字架没了。十字架没了。海盐怎么样？彩烟了，彩烟了。给他自己里面慢慢啊，你先走，不要在里面慢玩。你去哪里？去你心里。没有看到我的心偏左边，你刚偏右边哦，你想骗我？他们两个心结了。好，我要回去，我进去了。走吧。开车喽。还没啦，等一下啦。有啊，我们进去了。照片拍满了吗？嗯，还没啊。还没。哇，好空哦，照片。啊、没办法、啊，没有。现在走了啦，解完了啦。我们，你真的要进去啊？我已经进来了。没有进去就吃盐，这不是吃盐巴啦，吃药、啊。吃盐巴。吃药进去拍、啊。我已经吃了、啊。好啦，走啊！你手上拿相机哦。我有拿着、啊。没带相机。我相机弄完了啦，所以。抱歉，我带盐巴来了。我手上拿着两台相机。马鸡掰了。白痴，这不是互动吗？你拍什么东西？那个罐子刚刚丢的，它不算互动吗？还是你要在它丢的那刹那？快他把，他把你！哎呀，你很……他趴我面前，我怎么会知道？你一个相机给我啦，我也不知道你会拿两个相机啊！我丢地板，我怎么知道你丢地板呢？因为奖。我以为你懂我啊！懂啊！干，你平常丢桌上啊，这是丢地板，我怎么会知道？我丢桌上被血的要命，你还记得吗？谁知道我们以为你不会改啊，谁知道你会改啊？对啊，我有我拍，哎，再拍，再拍，再拍，完了吧？拍一张，好像凉凉，我要走了。快点！你这会你回来吃药就可以救他们了。拍完了，走了，撤了。关灯，关门。别人家不要这么有礼貌。我要救北极熊。救北极熊。好、走了。我看一下圈了没？圈了，好耶！你现在十点都不到啊？为什么今天时间过那么慢？我们今天很早就完了，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慢正常？你少吃了30分钟的晚餐，所以你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对啊。我好饱、晚餐的重要性。我吃很饱、
我吃了一整根香蕉，而且又吃了喝了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珍珠鲜奶茶，不是，它好像是黑糖珍珠鲜奶而已，没有茶。听起来好甜哦。对啊，我妈帮我叫的，我妈忘记我不喝甜的东西，可是她想要拿那个东西。嗯，我去楼下丢个垃圾哦。为什么？丢个垃圾。我不想房间那么乱。那为什么不刚刚丢，现在才丢？他是不是暗示我们就是垃圾？哎。啊。很难过。他其实这样，他其实这样子的。任务是采盐、EMF 跟运动感测器，然后电房在地下室的。哇，外面好红哦！哇，好红，哦、哪里红？蜡烛。嗯，别好了，这样会误导人家。外面好像在什么？嗯，拜拜之类的。对啊，给公平。指纹灯呢？好的，好的，捡起来。箱子。好了，看一下在哪里？在地下室。我还是看左转右转。嗯，没有左转右转，它只是一条路。它叫做 Brandy。纽卡罗牌。Brandy， 好味。嗨了，开灯了，谢谢。嗯，骨头在洗衣房。好。好。我关门的。哎、欸？嗯？谁在玩门？铁门？车库，车库，我在看车库能不能躲。干北七哟、哦！哦，是你啊。对啊，怎么了？我怎么开不了门？好好好。你关的、欸，我开的。刚开。你快要找到鬼房了吗？还没。等你找啊！我关门了。嗯。我关的。我好像没在楼上收到音。嗯，零点三。房子附近耶，有嘎嘎声，我是不是没反应？零点二，这是楼下，楼下哎，老咖，楼下我都找过一遍啊，
鬼刚刚有十级耶、欸。刚刚。对。30秒之前。30秒，那就二楼吗？不知道，那还是二楼。可是我刚刚在，还是在走廊。嗯，晚安晚安。你们在开什么？嗯、哦，开灯啊。开灯会到2:03哦。再开一次，你看有没有？你在哪里开灯？二楼，你照二楼楼梯口。有吗？一直跳，1:07、1:02、1:08。就是开灯的声音吧。可是我刚刚没听到开灯的声音，我只看到他一直在开开开。是不是要变白痴啊？没有哎、欸，平均65，没有白痴，最低是Joker 61。我？还是因为我刚刚都不是我的意思，在二楼上没开灯，不可能，鬼也没在动了耶。嗯？嗯？怎么那么奇怪？按不按影吧，等一下按影。暗影比鸡刺骨啊，那不可能。比鸡刺骨。哎、欸，五级哦，七级。MF。七级哦。找不到鬼房。五级七级到底在哪里？你在这里吗？没了，又变二级了。零了，所以刚刚是有人在他旁边，所以才啊，地下室啊，-9.4。我讨厌地下室。哇，我傻眼。安温吗？哎、欸，他开东西哦、喔。安温，暗影，开电风扇、欸，是不是暗影？哪里开？哎、欸，我把它关掉了。没有在哪里开？地下室的那个电风扇。哇，整个地下室都是他的家哎！哦，屌！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是你好犟！你在这里吗？你刚是关我夜视，老师跟我讲。啊？你在这里吗？你说什么？你关他夜视？关掉我？啊，我在这里耶！你在车上吗？刚刚在车上关掉他夜视。没有啊。没有，那谁关的？我没有啊，鬼关的啊、嗯哦，鬼怎么可能会关？鬼关的，闪灯闪灯闪灯，没事啦，我去吃药吧。很黑呀、啊，我没有带手电筒，哇，我告哦，我也把手电筒扔了、啊，我妈妈，现在是超黑的。半个点针在地下室。我怎么哦？君灭散。干。啊，殴打又。不要，我不跟你玩了。为什么？就不让人家先，我是女生。没有，你在里面啊。你在里面啊，我在外面测啊，两边不同的房间啊。他都这样子，那鬼是回应你还是回应我？看你，哦哟！你比尔赛，好打又，哎，他无，好打又，他很开心耶，他无奈了，他表示，哎呦，半路小小耶，受不了，哎呦，你看，你比尔赛不是啊，换你来测啊，小鱼，我不要啊，我现在不要了，快点啊，不要，快点啊，你撒娇吗？哎、欸，这品质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撤了。嗯？你们在地下室抽烟吗？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我关灯了。你在这里吗？
我好黑。你在这里有架吗？温玉？没有。好。没有啊，有架，这边有架，就扣。回头看到摄影机吗？没有，这是我手上拿的。不行，我看不到。这是我手上拿的。哎、欸，哪里？没事，有吗？我这里可以，这里可以。哦，那个是你手上拿的。关门。这可以。嗯，五级。五级次。关门。开了。互动而已。一。哦哦哦哦哦哦哦！都成这样。关掉。平均理智50了，低于50了。还有药吗？有啊，有啊。我只吃了一罐，所以剩下一罐。我吃一罐，没有两罐。我吃一罐，剩一罐。53，你要吃哦，不然。嗯，哎。我蹲下来。好不当。还要看什么？笔记指纹、通灵盒、点阵。那我在玩这通灵盒吗？嗯、通灵盒嘞？可能是软魂呢、欸嗯。你那个声音感测器有放几楼？我放地下室一个。你在这里吗？你放楼上。你在这里吗？相机我都丢在下面。给我个信号。你在啊、没关灯啊，他啊有。我关灯了，番茄。嗯。你在这里吗？好喝。你在这里吗？我在吃鱼油啊，刚刚忘记吃了。他在外面也是插我。所以整个地下室都是他的房间呢、啊。Maybe。可是地下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欸。那我是不是应该？铁柜我开的。哎、欸，这个铁柜可以躲哎、欸，可以啊，但是好危险哦，在他面前躲。没错，我们把他当傻子。我们都傻。为什么地下室没有东西可以玩？哎、欸，火熄了，他吹的。吗？隔壁有打火机。哪里有打火机？蜡烛旁边啊。那是什么东西？有吗？有什么东西？等等。刚怎么看到地板上都什么东西跑出来？点阵吗？不是，不像点阵的东西啊。烟吧，他刚刚吹啊，然后会飘上去。那应该是了。欸、为什么要丢出来啦？白痴哦、喔！里面就两根了，一根盐巴在这边啦、欸。啊，你有丢一个在这啊？我其实是要捡紫光，可是我对不到，哦、我就捡到它了、哦。我拿到了。地下室好大声、喔、哦！有了。地下室很大声，可是它……你在哪里装？他刚走下来吗？哎、欸，有闪灯了，闪灯了！等一下，楼上好大声哦、喔，为什么？楼上哎、欸，他从楼上走下来。我走错地方了，谢谢各位。你死了？我躲这里呀、啊！你死了？你走哪里？我不想走错地方，走到那个饭桌后面。啊！是王魂。
啊、我觉得是软魂诶、欸，没有钥匙，不是没有钥匙。对啊，我觉得是软魂，走吧。哎、欸，换我走错地方。你刚看到是哪边？哪边都同时亮，对不对？对，三个地方都爆灯了。对啊。哪三个？这只好帅啊。楼上的 master room 还有 basement， 他从楼上走下来的啦，感觉是楼上。对啊，他从楼上走的，对啊，脚步声从楼上走下来。可是为什么是番茄那里啊？两只鬼，这两只鬼同时猎杀哦？没有，只会有一个鬼在猎杀，两只也太狠了吧？对啊，短魂又怎样？通灵盒，哎，被通灵盒搞了。哎、欸，可是我们下面放，嗯，放什么？这是哪里啊？这是三楼的。哦。二楼。二楼对。哦，你放了，哦，你很近的。哦。干嘛撒娇？怎么死的又是我？没事，你帮Joker挡了啦，你这样想就好了。这样有安慰到一点点，谢谢哦。不客气。我以为他要说这样好像没有安慰呢。没有啦，真的没有啦，没有安慰到。不是啦。哎、欸，我吃药吗？啊，我好像没吃药、欸，白吃哦、喔，不能空。好了吗？好了，我好了。你有吃东西吗？你没？我吃东西才睡的，所以等一下吃个宵夜再去。最近吃太饱，然后喝水又觉得有点饱，喝不下药。乱混，40块，我又都是零，240块，40块，哦，好大雨！想吃鸡排，我还想吃那个我传给你看的那个玉米盒子哦。哦，我也想吃那个，看起来超赞的、啊，真的。哎、欸，简单任务，就是。很多玉米，而且有 cheese， yep， 我起的，那你去哪儿了？出事了，怎么了？来、嗯、晚点，不是啊？又要打麻将？哦，没事啊，没事啊。你们就开到10点就好。你刚讲我不会打麻将了，我在打日麻。对啊，我也想打日麻，我想要抢，我今天没抢到，好难过。我差点为了抢房不去上班，你知道吗？不必这样吧。你知道，我说我可以关台休息的、啊。好啊，那你关台休息、啊，那你就休息啊，那你就休息啊。好，我怕你有来啊，我休息，我修给你看啊。我现在那样啊，停止串流啊，按下去了。谢谢停止串流，大家停止串流，睡觉睡觉。睡觉，今天你就可以吃饭了。怎么吃饭？我说你就可以吃饭了。家主，我已经拿钥匙走了。看你好扯，你把鬼魂笔记丢地上，王八蛋！你要少一本就知道了。你把笔记本放在钥匙上面，哎、欸。啊，你可以把笔记本放回原位啊。哎、欸，不是，更扯的是。你去哪里找？电脑在哪里？你干嘛？在这里啊。你干嘛？我开了。你在干嘛？我骨头。骨头吗？这里，那是骨头啊。车库这里。来了、嗯、来了。0.5。哎、欸，快点叫小玉小玉。魔镜魔镜。哎、欸，车库的铁柜可以躲。哎、欸，请看。哪里呀、啊？那么白。哎、欸，有，我看到缺口了，我看到缺口了。在这里说话，我傻爆眼，在这里啦，在这里哦。对，你们刚刚在听的时候有声音，
我只是在看 Joko 笑死，在看你。到我了。走走，画面好白，画面好白，这是哪里？就看到 Joko 的脸。对，我想说，我靠，你在这里吗？这里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最难的。他回我了。回你了，好。嗯。通灵。这是我最难看的一次果，那个人魔镜。他嫌我丑，你嫌我丑。完蛋了，心姐。他说鱼，你说吧，这样吗？哎，你说我丑，你就是丑。那两个十字架，还有波比啊。嗯。波比，波比，波比，波比啊！果然好累啊。有灵球，我为什么没开灯了？看，在这一间吗？啊，这么小一间，你刚不是在那间看到我的？这把什么东西都丢进来就对了。我把全部都给你。但现在有些歌词我都忘记了，怎么办？老了呗。不留一点。雨滴。什么？好的。灵球通灵了，有人冷吗？还没有啊。还没有。哇，可能又是妖怪呢！你刚才被杀了哎。没有 EMF， 没有指纹。没有 EMF， 可是有要 EMF 的那个呢，证据任务哎。我来了，逼一下。拜托啦，逼一下就好了，拜托啦，逼啦！干嘛那么凶？我要证据，逼一下。好，我逼到了，谢谢。笔记，笔记。笔记哦。嗯。那多，那还差什么、啊？好凶啊！好凶的梦魇。没有了，是梦魇。要把灯全部都打开啊！我差点忘灯呢。在鬼魂附近使用圣木。我来了。哦、我带了，结束了，好了，你们烧完了，来拆几张照片了。干、哦，不要再放这个了，拜托。差六张哎、欸，那、啊、你，嗯，没事，我想拍的，但是你，我怎么了？你挡在镜头上面，我去拿手电筒，快瞎了。哇，塞爆哎、欸，他塞垃圾在里面。对啊，你看这是尸体吧？假哦，没有手电筒是假的。嘿，哎，你听这个声音？爱哭的声音。那个？你听这个橱窗的声音？啊？你看，你没有听到吗？有一个机关，机关、啊、很恶心的声音、啊。对啊，你听。你是不是很喜欢听这声音？我现在里面塞那么多尸体，哎、欸，啊，玩门的声音呢？可是哪是这扇门吗？我不要被骗了，可恶！我刚刚有拍到一张，哎、欸，感觉是那扇，因为距离比较远、啊。我拍脚印了，拍脚印了，拍脚印了。哎呦，这扇闪灯笼。差两张。那笔记他就没文化、啊，只会画画、啊。给我个星号。又惨了。开灯就好了，不要攻击我。因为我没看到脚印，我在这。拍你拍。差一张。哎、欸，这个。好嘞。完美，走。开灯羞辱他。还不走？哎、卡住了。我怎么好像还冒烟呢、啊？谁放火啊？你想放火烧房子啊？对，我现在可以放火烧车子，我跟你说。可以不要烧我的车吗？欸、我们连一罐药都没吃、欸、我们好棒。走了。哎、欸，他不给我吃，我只能吃一瓶。
你满了吧？我换我吃。我还满不了。你们猜完了吗？梦魇。拿着荧光棒去看演唱会。我今天赚很多哎、欸，很好啊。对啊。你要打麻将了吗？还可以再一两场吧。好啊。至少看完两个小时整吧，对吗？啊，两个小时了、啊，没有吧？哦，对了，八点开始开嘛。你也困了是不是 ？Alright, we're here. Take a look at the equipment. 我想，哎，温月，也来叫你，哎，温月。嗯。拿温度计吧，番茄。我一直都拿温度计啊！哎、啊，你怎么每次都看你又拿了 EMF？ 你到底想跟我抢？我把它丢回去了、啊，真的是、欸、我把它丢回去了。哪有？哎、欸，我不敢，我不敢，我怎么可能会抢你的工作呢？好扯哦！好扯哦，番茄。哪有？他都要不说好扯哦。我刚刚才看。小鱼洗衣房。来洗衣房，快点，女仆。记得剪哦。哦，剪骨头吗？对啊，没有剪一剪啊，嗯，你们还，我以为你们是找到诅咒植物哎、欸。是啊是啊，哎、欸，哦，厨房哦，来来来来来。Where are you？ 嗯，一下厨房。对啊，哎、欸，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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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几级啊？二一。厨房。好高哦，11度哎。一而已哦。1.9。三呢？9度。11。14。Wait a minute, T O， 厕所哎。厕所这里哦。二楼也有厕所哎。这里4.7哎。一楼吧。3.9哎。对啊，5.3呢，宝贝，这里啦，宝贝，我一波，东西扔一扔，9.3，嗯，宝贝，这给你，3.5，谢谢。啊，玩门，你这边的门呢？哪里？地上相机拿起来拍啊！有有，拍拍拍，再拍一个，再拍一张，拍一个，拍一张，拍两张，拍两张。有指纹在拍，啊，没互动了，我没看到指纹呢，我看不到。我有那个，所以才跟你说那个啊。啊，好亮，好亮！我每次点这放下去，我都眼睛要瞎了。Are you here? Are you close?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我把我的我捡不起手电筒。Are you here?、啊、只能捡一个手电筒、哦，不能再捡别人的。对，你想干什么？我想说把它拿出来一点啊。Where are you?不理我，换我，谢谢。How old are you？ 而且你捡的手电筒应该是我的吧？里面有三。我想说捡一个，捡到。Where are you？ 门口这里放啊。Where are you？ 这张地图是我第一次玩抓鬼的地图。进来一下。里面有三。有玩吗？是魅影啊。里面有三。How old are you？ 有脚印吗？没有看到啊。有啦，有有脚印，你看一下地上，帮忙。我没有相机，等一下。地上，干，等一下。我捡好了，四张哦，都拍哦，都拍哦，都拍，里面有。然后我刚是不是多按了一次快门？快啦，没底片了啦。好啦，多拍一张被骗啊。你好烂哦。我烂我就烂耶。还敢打麻将啊？
我也不太想，我你知道我是晚上都不吃我那带个相机进去哦。小零食的东西嘛。结果我家人昨天一直在打，他们就一直在我面前嗑。不用拍了，不用拍了，满了，满了，没有，我给你。满了，啊？满了，哪里还呀、啊？满了。午后鬼午魂后照鬼片，神那给点我，那灯。给我，那给我，哎，蜡烛有人摆了吗？摆摆了。了，我放的。那再给他一根。有灵球哟，游戏耶！啊？他丢东西，灵球，灵球指纹。不用看笔记。通灵盒不用，点阵 EF 弹温，点阵没人摆啊？点阵有啊。刚有啦，只是刚我要找主机找不到，好亮，好亮。他是吹了，吹啊，了，这个摆这边吧。不哦，行，好好窄亮，哦。我什么都看不到。等一下哦，阿妹，哎，小鱼，你看我头戴是吧？看我哎，的 EF，没有照相机吗？都没了。丢里拍面完了。啦，不是繁星要拍放在里面，因为看不到灵球。哎，不是要灵球，不是灵球看过了。但是，我想要，想要一直确认他是不是在那里，是吗？对。感觉我要去拿个摄影机来看，多一只眼睛来看。你在哪？没有人冷呐、啊，你们刚有负的吗？没有吧？你看这个，这亮到没办法五看点呢、欸。二，3.3，没有负啊。把一个点阵掉好了，这样真的看不到，好亮。点阵掉啦，不是不是这一他个说吗？拔一个掉，他说他看不到，啊，把那个墙壁里拔面掉两了，个。真的太亮了。哎，我的手电筒，为什么是这么亮？我看到灵球了，哇，亮到我连灵球都看不到，超扯的。在门口那边，灵球的话，赢球在门口。就二而已啊。对啊，我刚刚就要摆这边，那、啊、你说把里面，哎、啊，就是刚刚太亮，再开门。哎、欸，哎、欸，先出分，五了，这不是五，先生，哇，他这把那包个玩坏坏掉，了，快到了啦，只有鬼魂四照而已片啦。了，要鬼魂照片了，没有啊，剩下一个证据秘而密，已。点阵，点阵。啊，走吧。你要？哎、欸，我走错地方了。女妖，这么肥，对不起。啊，那个维基上面有说，女妖 DS 可能是男的。对，我有看到这个。为什么那么好笑？用十字架阻止鬼猎杀。白痴哎、欸，啊！我没有我阻止吃鬼猎了。杀。对不起，你去问那个通灵板。那里有通灵板？哎、欸，可是刚铁证看是在外面，我们要我不要看一个到。十字架放外面？我放不了，放我外面？放了，我放了，还等你啊？哦，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你这在里哪呀、啊，好里？远。我刚刚这边拍他的、啊。好。你在哪里？啊，现在等他红吧。你在哪里？你在哪？你几岁？完了。完了。哎，厕所，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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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再见，啦。再见。他不关，你直再接把它见，拿起来，你把它拿起来，再见。你把它拿起来，然后回车我拿上，起来了，再见。你应该们可以会回那车个上哎、欸，吧？哎、欸，你哦，先可以过了，来。可以了，再见了，再见，哦，再见了。他们听不懂人话哎。我想说我们要出事你不要算了。不会出事啦，我带他跑，我跟你说。那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跟他一起睡，跟那块好透明啊，板睡。好啊，我以后就答案都问他。请问今天会下雨吗？
No。哎，低于50喽之类的。我是没有听得过他尖叫。你在拿那个吗？对啊。关下是在监狱还是学校？不知道他是证据。好像是不是尖叫没有很常出来啊？尖叫就是罕见的那个啊，有机会收到尖叫声音。我今天就收到了。哎，没有啊。干嘛啦？哎，关门了。五级。哦，他是屠夫哎、欸。对，关门了。五级小姐。十级，那要关什么门？我关什么门？谁关门？管他，他说他五级啊？什么？你要从我还靠近鬼，还在看他哎、欸。剑圣有几率会把门关掉啊？没关系。对啊。等一下哦、喔，刚鬼在这里哦、喔。对啊。那算了，我不要进去了。我还是没有收到他的叫。P.S. 女妖可能会是男的，没错。问他肉痛吗？对啊，然后动了烧冥纸给你，好吧？哦，还没解啊？解什么？不用了啦，反正他也不想杀我们。要去了，那你来了，这个、我们走吧。走、啊，走、啊，小雨走、啊。那个角落有人吧？不扯。哇，里面的衣柜比较，里面的衣柜比较温暖。Welcome back. I'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还可以再一场。还可以再一场，好、哦。我没听到开门的声音，代表他们还没回来。所以你家是自动麻将桌吗？对啊。好爽。还好哎、欸。哎、欸，小鱼应该不知道台麻。他怎么会不知道？小鱼打过台麻吗？他确实没打过。我没打过台麻，他是偏财麻将少的。屁的，乱说话。没有，我跟你讲，就说真的，你会打日麻的话，台麻超简单。多了个屁、啊。还蛮简单，可是台麻很容易，台麻很容易被胡，而且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不会啊，就我昨天打起来就感觉就跟日麻差不多啊，而且你打出去的牌还可以胡哎、欸，这才是重点。啊、这样你就不知道别人打过什么啦。不会啊。你就是跟日麻一样去猜测对面的牌啊！我不会打麻将，我好烂。你最好帮我解日常任务。好。还真的。开了。谢谢你哦。我这次雀鬼的任务都还没解。霍西的我也还没解啊。没有解，我自己解完了。解完了。没有，他是每天四次啊。那、啊、就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昨天都还好，就今天突然任务全部解完。他今天打了早上就打了几小时的麻将了。那还好吧。哎、欸，魔镜哎、欸、嗨，看一下是不是在电房，因为刚刚电房一度很低。有窗帘，不像电房。楼下一直收音吧，这里吧，客厅吗？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有房间呢、啊。对啊，是房间啊，有窗帘啊。那就隔壁这间吗？嗯。什么颜色的窗帘啊？白色的。亚麻。有花花吗？没有，看不太到。那你竟然看这间零点四？这间的吧。我吐烟了吧？这样子的。我吐烟了吗？好，这里零点三就是这里了，确定。吐烟了啦！放个灯。我来带瓶，我来带两瓶酒回家。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我等一下也要去喝酒。你也在。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你们现实都会喝酒？其实也在。他们会喝啊。什么？什么？你说不等我哦？好吧。你在这里吗？我想去拿别的东西。你在这里吗？那繁星不会喝吗？没有靠腰。喝酒。他回我。他回你的吗？他回我。我会喝酒，可是没原因我不会去喝啊。哦。通灵盒、软魂、拟魂、怨灵。脆脆的还有，那个冷冷的。冷冷的还有啊。耶，还有。轮还有笔记不用，点阵不用。哦，那两个可以拔掉。嗯，我刚才放进去的说。你点阵要不要放外面当那个啊？亮亮。嗯。我们一群是不带手电筒的。怕我？我也被哈。应该还好吧？这边那么亮。对吧？指纹有要吗？要、啊，你要放下面一点。你为什么放那么高？哇！我一走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好黑，借我开一下灯，我先看一下。哦、没事啊，开灯啊，反正这是什么？这还有一间啊，对啊，厕所。对啊。好暗哦、喔。你在干嘛？完了，我快变白痴了啦。我找不到出去的路哎、欸。这里呀、啊，哎、欸，小姐。健身。自灯。小姐，看不到这里，这里。好。奇怪，我觉得你的亮度调很亮啊，怎么会看不见？没有啊，我刚刚真的看不到哎、欸，我没带灯。我知道啊，可是我刚刚没带灯，我也没死这样哎、欸。我用电脑，我用电视看。而且为什么可以就直接这样在鬼房中里、啊？我正常玩完就差不多了。啊。感觉玩到十点。我感觉刚刚直接在鬼房那边下腰，然后。不是鬼魂，一直吐烟，超可怕。欸、没灵球，没灵。我把那个荧幕上的物质看成灵球。你可不可以把擦擦你的荧幕啊？我荧幕上次才买的，还很新耶，也没有很脏、啊。不是啊，啊你就说荧幕上的那东西啊，就是脏了、啊。就是一没有一点点白白的而已，我之前有擦过了、啊啊。你是用什么擦、啊？干抹布。不是干的、啊，一点点湿的那种抹布。为什么这个这么前面呢、啊？这、哦那个摄影机啊，可是用干的感觉会伤荧幕的。干两间呢，擦才不会嘞。真的吗？哎、欸，完蛋了，好险我只擦一次。所以现在擦什么？我们现在有 ENF 或是指纹。因为那个谁，因为灵球你看半天也看不到吧？没看到。哎、欸，指纹，这里，厕、哦、所这。指纹。老牌子脚印。拟魂。哎、欸，那边没有假灵球啊！我看到灵球了，看到了，好好现在就有了。没事，我们确定是拟魂的，他骗不了我们的。我们是小。叫的好贱哦！啊，你干嘛叫出我？我那么高追耶、欸！那时候不是有什么测试闽南语吗？不是有骨锥的意思那个东西？我记得我一提你们，哎、欸，你们出来了！我要进去啦，怎么了？我要去撒盐，吃个药啊！现在只是顺拍照，运动感测器检测鬼魂还没解，放率装太高了。我再放第二台。来了，要两个都撒掉吗？不用啊，也可以啦。那我一个丢好，这个好的我丢在里面好了。嗯、我有带相机给你。嗯，没有拿一个了。要吗？你怎么感测器是放那边？感测器这边放，因为他跑去厕所那边拍门啊，我想说有可能会走这啊。哦。
合理吧，对吧？很奇怪。好黑哦，我要出去了，加油！开灯啊！这是照相机吗？哦，还有五张。Where are you？ 这叫 self。为什么这个总是念不好 ？self。对。哎。Yourself。快点。这，等一下，我妈打电话给我。那我自己拍。交出你的相机。完了，队友离线了。地上还有一个啊，我刚哎。没了啊，所以你用掉吗？我用掉我自己的啊。Data 还有一个，这里一个哦，丢在你脚下了。运动感测器解了，全部都解了，你们还要玩啊？拍钱啊！哦对哈，等一下啊。说跑哎、欸！我还活着吗？什么东西？我还活着吗？有人在说你在哪里？还活着？你在干嘛？没有，我刚在车上放那个放什么书本，然后他在跑。跑什么？不知道啊。又没跑。好多零球哦！好多零球，不是，那是你们的电筒拍谁？我想说零球真的很多，你看是不是很多零球出来了？那现在了，无极，不对，这不是现身，是现身吗？五级啊？是吗？五级啊？我怎么搞的？都不要相信我！不是他真的叫很久。对啊，我真的以为他是猎杀哎。你进来就知道了。我们跟你讲说健身的啊，现在、欸、关门了，关门了。神经真的不是像，快跑快跑快跑！我死了我死了。没没事没事没事。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啊对，我听到了。走到应该还有照片底片吗？欸、有了。你知道拍他吗？在厕所哎、欸，从厕所出来。在厕所在厕所在厕所。看到了。你刚躲厕所吗？没有，我刚买另外一间，然后说五级的时候就往那边冲过去，叭叭叭叭叭叭叭，好了，我们死一个人了。你说，好开心哦。谁开心？说你好开心哦。我哪有？哎、欸，会不会不是迷魂呐、啊？那是什么？因为可能指纹那些都是他假的呢，指纹有可能。那你们证据是什么？因为指纹你有发现是我们很后面才出现的吗？对啊，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够多的证据再继续调查了。可是你们的证据是通灵和指纹跟刺骨寒纹啊。对，如果排除掉指纹的话咧，哦，你是说他在那边骗很久是吗？指纹不会有假证据啊。他会，你魂会有假证据啊。他会模仿别人啊。对啊。但他假证据只有零，他就是零球而已啊。对啊。不是，好啊，先看一下。如果这一局不是的话，我再解释；如果是的话，那我再去看一次危机。好，走吧，关门。没关哦，关了。我刚想放火，别放了就中我饭。只有假灵球吗？啊、怎么看有人说有其他的证据啊？维基上写的、啊、没有吧？我再去看一次。因为他自己就有指纹啦，他只有可能指纹拖很久不给吧。而且你魂指纹不是六指吗？有几率六啦，北京。
哦，你看错了是吗？啊，我没看错啊。啊。嗯嗯嗯，啊！我听到家人回来的声音了。好，拜拜拜拜。嗯。好，感谢感谢，我等下再去补一次危机。我那天危机看超久，但是就是太长太多了，就头好痛。然后可以那么烦。好啦，感谢各位。今天礼拜几？礼拜六啊，礼拜日早上会再开。就这样啦，我去再去恶补一下，感谢大家。哎，好，这样感谢大家，拜拜拜拜。要关了，关了啊！等一下要再上厕所。